果从这里出发，和你们回家过年的心情一样，我也装满了牵挂，更和你一样，对旅途中的一切充满好奇与期待。我从这里出发，穿过拥挤的人群，心里有些紧张，也有些兴奋。我从这儿出发，路很远，也很苦，都不怕，因为有人在盼着我回家。我从这里开始新的旅程，新的感受，新的考验。却还是能感到熟悉的温暖与温暖的期盼。我从这里重新出发，家越来越近。熟悉的风景越来越多。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多变的旅途中，心情在变，经历在变，一切都在变。的是承诺，是信任，是关爱。我们把不变的托付全部带回家。支付宝，支托付。